现在，请大家拿起研发记录簿，你是否看见荧幕变成相机画面了呢？当记录簿变为相机画面时，请拿起来对着四周的黑板图文，看看会发生什么变化。记录簿跟墙壁上的图文可以把这个墙壁上面都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图文，那这边的话可以拉远一点，记得拿起把它放在这个框框里面，仔细观察各项科技。那只要旁边有出现白底蓝字的选项，就可以点选，然后完成这一步教学。哎，我完成了。